我就先吃吧，不然放一会就没法吃了。这个面好壮啊。对，哇，你这一勺没有一点肉，我要让节目组给个特写。Hello 啊，吃两口，吃两口。Jacqueline，I'm here。这是你的厨艺吗？我尝尝。尝尝，我给你装一碗。我的筷子啊。哎，我跟你汇报一下，就是大家的工作分配，三个厨师我不说了，翟肖文和我在前面，于淑欣负责是前台和收银，胡一天是乔，是在就是帮忙传菜，划单子，然后稳住后厨跟前面之间的关系的，然后苏老板现在是特聘的客串的大堂经理，哇，飞人给我们端盘子，我的天哪！我先端盘子。昨天多亏了他，因为你不在，我得去观察客人的，他们的情绪啊，各方面啊，我跟他们聊说说话什么之类的。他收盘子，给客人倒水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切一切的，他特别专业，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干过，从事过服务行业。不可能，对，都没有时间，天生就是情商高。眼里有活，就是每个人成功都是一个情商加智商并存的一个表现。那如果你不能长久，只能说你可能有些地方不够好。我们的飞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天哥累吗？累。还好你是运动员，身体素质比较好。还行。我们不怕累。我弟很想跟你合张影，因为他小时候也是练田径的。昨天你妈妈开心吗？开心的，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啊。小朋友原来爱上你了。对，我发现他用很深情的眼神看着我。This is animal from China, panda。看多开心呢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So cute. What's your name? What's your name? Victor. Victor. My name is Esther. Nice to meet you. 害羞了，你长得太美了，欣欣，他都害羞啦。害羞了。他以后难找女朋友了。因为他在小的时候见过了我，一辈子会想到你，一辈子记得我这个中国姐姐。那个小帅哥怎么评价我的呢？就觉得你很美啊，他好像在后面说了好多次。他也很社牛啊，我让他往后面，他就来后面了；我让他去跟我选礼物，他就去了。那还蛮乖的。肖文，你有空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说上菜的事情。我现在就可以。是这样的，觉得那个菜单上面的那些简写我们没必要纠结了，因为昨天就算是这些挺好的，就那样子的话，对对对，大家都能看得明白，滑蛋上菜没有问题。然后主要是上菜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菜品不可以从客人的头上过，对，你尽量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身体接触，然后要告诉他，你让他知道你要上菜了，你站在那个地方，他一定会懂。是的，一般是从左边上菜啊。对，左边，因为我们上菜的时候高嘛。你看，你坐着，别动。你给他上菜，那你当然是就是，如果在这种位置的话，这个很难了。因为这个地方你操作不开，我想给你上杯水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从你的右边上。我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给你上杯水。我首先手，对你一定会让，你必然会让。然后这个盘子一定要离客人远。是，明白。托盘，你哪怕在这个地方，你拿出来，一旦菜品离开了托盘之后，托盘就要离客人更远。你好，你的水弄完了之后，这个就贴人了。明白明白。这个可能因为平时不怎么做，你容易变成什么？我之前撒了，就是因为你的关注都在其他的地方，你可能手歪了。就这样。对，这个就注意一下就行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，你端起来锅的时候夹着，还是夹着手？对，拿起来就，对，伸过去，放好。你就随时就是人是夹着的，你面积越小，
越帅。明白。OK， 没别的。OK， 辛苦。记住了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我想做一个捞菜给我们吃的。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做。OK。那我剥虾。把虾线剥了。好的。剥虾可是我的擅长。哇，这么精细啊！大家爱剥虾线。那肯定啊。鸡蛋，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？冷水下锅，那个都可以的。热水下锅就煮快一点。煮多久大约？你要全熟吗？全熟。全熟啊。嗯。12分钟最保险。好。火开到10可以吧？你开到12都可以。OK。鸡蛋好了吗？我去看一眼，说12分钟。大厨。这个鸡蛋它火一直没有开啊，就是还是这样一直煮着就行了。不不不，你开大一点。我开了12，开错了，开错了。翟潇闻，别以为我没听到哦。这个吗？那是锅的问题。我没开错吧？没开错，没开错，没开错，听见了吗？别说了，没开错。阿文，你这个肯定是锅的问题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把那个锅拿掉，然后砧板放那边，放那边，然后放到里面去煮。把锅倒一下是吧？对，换一口锅，平底锅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换的话，再要弄多久？再煮个5分钟，差不多。我先来调料吧，有蒜末吗？蒜末有。这么高端的蒜，这个好用的。哇！啊，这个味道，还给你吧。这味道不是新鲜的蒜呀。可以的，这个很好用的。这不是新鲜的，不是，它是油蒜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你试一下看到，不会因为你的蒜把我的食物给破坏，不会的啊，你确定哈？我去了。你是要做一个拌的吗？嗯，生抽。你们炒菜都不用生抽吗？有啊，豉油就是生抽啊。这里，我需要花椒油。哦，太好了。小葱，来捞一下。你要不尝尝尝一个黄瓜，看看好不好吃？我也挺想。万一晚上一大锅失败了，就浪费食材。太好了！有人是要干的，准备好了没有啊？还行，这个还可以。非常好。我们还要放冰呢。盖来锅要盖子了，就对少了这个。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白胡椒。天哥觉得可以啊。天哥觉得可以啊。天哥觉得不错，好吃。家人们让一下，我来拍张照片。好漂亮。少点绿。好。